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。之后有更多的朋友们能来到中国走走看看。我叫马妈，喜欢追剧。哪一部啊？我非常喜欢《甄嬛传》。我最喜欢出国的越南特色菜肯定是国酱米线和炸洋芋。软化了大陆那个非常硬的那种风味，因为大陆它实际上它的制度啊，它的领导的这种关系啊，它有的地方是不硬不行啊，人太多了，但是你总是需要软化一下。然后尤其是这个接见柏林的这个伯乐合唱团，是中文合唱团嘛，大家都知道伯乐遇到千里马嘛，这个人家基本上就释出善意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，然后相较于这个情况，他自己本身的专业又是歌唱。